立起来，尽量这个指按上这个就是坐腕，这个腕力那个坐腕力掌尽量立，能立多少算多少。当然你又不要太费劲了，要自然一些。但是这个指的话呢，就往外填，这样往外尽量往外填，这样往回这儿往指尖往回缩，这个指这个指腹往外填，掌心也往外填。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。一般的话呢，低于45这样就可以，45差反正肚脐能差不多45的左右。因为这个姿势的话呢，这个因为它有一个下垂的关系，它那个手那个气感比较明显，手比较自然分开，不要并在一块，手指分开一点啊，分开一点。因为这用这个肩呢，这往上一弓，肩胛往后一缩，往后一撑，一伸一缩，很自然的，很自然一松。这样的话呢，这儿往下一坐，这个气儿就进来。一开始从这个指根这儿，这往下一缩，一撑这缩缩缩，以后的话，从这儿一到这儿，缩缩缩，再以后这是出这儿出去，这儿出出从这儿出去，再以后从连上出出出这样出去啊。一开始是从这个地方缩缩，每个指根的这个，那一缩一做这动作，一做这动作，他就有这个完这个。这个肩的话呢，不是光往后挤，还要往上一点啊，就是往上一点，往后一挤，这一松，这很自然的一冲，这手跟两边这个气的话，酥酥酥酥酥，在这个地方，以后手给它有了，再以后的话呢，一般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气就比较整了，从这儿很快粗粗啊，粗粗粗，这么往外出感觉，它回来感觉不着。如果你能感觉回来能感觉着了，也比较敏感了。但完这么一撑，这粗就出去了，粗粗啊，这个地方粗粗到，基本是这么个过程。这粗这从这粗粗粗粗，但粗粗在这儿，从这儿这儿出去，这儿出去要从这儿来粗，这个样。那最后的话，从这儿再出，以后的话呢，这儿就连上了。你将来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什么呢？你就要注意这个地方，这个肩和这个手是吧？往后一缩的时候，这儿往这儿打，指着这儿指着，这叫一缩，这儿往拿这儿的手指的尖往打这个肩，这么一打缩回来，往下一撑的时候，就往这个膀子往下一坐，这儿要坐，这儿就往外填，要往外填，是吧？这样做的话，它气感就明显了，是吧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就是和咱们这个动作不完全一样，那个动作它不完全翘，这个的话要完全翘一点，一翘，就完全一弓一松。一弓一松，一弓一松，一弓一松，这样一弓一松呢，将来的话呢，你坐坐以后呢，整个臂有了气儿的话，这两侧起，哗哗哗起起起起，又从到后阴这往起起，整个背部的话呢，气往起起，再以后呢，这样前面的气统着气往起起，你这坐着的时候呢，就这么坐着。可以连到脚气了，因为站着的话更容易连到脚里边气了。这样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经常坐的话呢，应该大概齐，通常差不多都能感觉到这个了啊、哦，都能感觉着了。你这样精神集中这么做的话呢，体会这个气的起来，这一起，这么一起，这边气呜就起了，一放一下，现在坐着还可以怎么办呢？你要坐着的话呢，这么一起一吸气啊，你坐慢点。一吸气，别丹田往后一缩，肛门往后一缩，我肛门一收，一缩，就整个的气，它里边气都动起来了。